那两组了呢。然后他们明天毕业典礼哦，就是他们那边我们四点半才开始啊。哦，家长可以参加吗？可是应该是大班才参加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疫情。以前是中班可以参加。中班一个妈妈，一个小孩跟一个家长。那现在因为那个疫情，所以我们都在外面，我们在外面，我不会到里面。但是还是家长还是就算了，对，还是就是简单啦，简单带一个，不然。